啊，本分局啊，于啊14日21时许啊，接获110通报，于啊水南街一处啊有争吵纠纷情形啊。本分局侦查队以三名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，调阅监视器啊画面啊，辨识涉案的车牌及动向啊，并通报警务指挥中心啊，启动拦截围捕啊。于啊八里区龙米路拦获涉嫌车辆，全案依妨害志气、妨害自由、伤害毒品等案呢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。